大家好，我是香菱，今天和我们一起拍婚纱照吧。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桃园孔庙，想要拍的是中式场景。想到边走边看摄影师，真的比想象中还要难呢。婚纱照最重要的就是表情了，所以当摄影师一说 OK， 我们马上放松肢体表情。将你的右手帮我放在胸口，好的，肚子放这里，好的，而且你看耳朵还没有，耳朵你好正，说三次。来到大道城，我们特别带了相机当道具，想要呈现我们平常互动的样子。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棒，你拍的很厉害，很开心。好，看。对，假播假播，幸福。好，就往我这边倒一点点。
好 ，OK。做一个这样做。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it has just begun.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